今早嘅街站咧就嚟到九龙塘达之路。嗱，呢度咧有生产力促进局，有创新中心，有赛马会环保楼，当然啦，仲有城市大学啊。附近咧亦都有一啲工程公司。呢度咧都可以讲咧，差唔多喺香港一个创新推动环保嘅中心点啦。佢哋咁多机构啦，喺呢一方面嘅工作咧系好值得嘉许噶。我哋咧系要创新，又要环保 ，innovation and sustainability 都系我两个最重要推崇嘅、最重要推动嘅政纲啦。我识咗 Dr. Low 咧就真系几廿年噶啦，咁咁多年来咧我都好欣赏咧 Dr. Low 咧为咗个工程业界啊系不遗余力 ，Dr. Low 都喺唔同嘅环保嘅组织咧都有参与到工作嘅，好在有佢帮助。原因点解喺立法会啊同喺各界嗰度咧佢影响力好好啊，咁所以帮我哋做咗唔少嘢。咁样佢咧一路咧都系为工程界老喺度做好多事嘅，出谋献计啊，亦都咧环保咧系好大好大嘅贡献嘅，咁亦都帮助咗香港可持续发展。好，感谢大家支持，耶！